叫做蹦啊蹦，亚刚来送给大家，请大家非常可爱的拍拍手，谢谢。那也在这里呢，非常的开心能够来到现场。那已经其实算呢，这整个月呢就没有什么歌台看，对不对？哈、哦，我这个月算到来，我应该才唱了十场歌台，我觉得有点可怜。所以呢，没有唱歌的时候就拼命的吃，拼命的吃啊，吃到越来越肥啊。没关系，下个月我又要再减肥了。呵呵啊，有时好，有时不好啦。所以呢，这个月肥，下个月就要变瘦回了。好、啊、啦，还是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。那最近的天气呢，又忽冷又忽热，那前几天呢也在发烧了。所以呢，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照顾自己的身体，好不好？那送上这首轻快的《蹦啊蹦呀嘎来》，那想继续的为大家安排同样的是一首福建歌曲，来自谢怡君的这一首《红豆》，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谢谢。啊，谢谢阿姨，谢谢阿姨，谢谢。我听过，我听过。
谢谢，我觉得我们的秀琴阿姨的老公阿哥，还有秀琴阿姨的干爹，哦，从我一出道13岁到现在呢，都很支持我。现在已经23岁，已经10年了，很快很快。谢谢你们的 support， 谢谢啊！每次看到我都会给红包，都不好意思。谢谢谢谢你们。好，那快来到第三首歌曲的时间呢，继续呢为大家安排一首老歌新唱，一首华语歌曲，叫做《爱如潮水》，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那当然要感谢我们的达人带队老师，谢谢，以及我们的星光舞台动画小老师 ，thank you。心上万水，在我心里永远是他的美。
这些掌纹花香一醉，紧紧跟随，爱如潮水追着你我包围。我再也不愿见你的深夜里醉，不愿别的男人接受你的妩媚。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？叫什么？张信哲叫做。我西北加拿大的，你要做功课，你打开 iPad 的。我在，我在。天文地理文学。他是王子，王子。什么王子？榴莲王子啊。忧郁王子。完了。情歌王子。情歌王子。我跟你头号，我要高了。你看这一班，我厉害了。有没有看歌台？看到两双鞋都破了。刚才对。凉凉啦，太厉害了！真的有心哦，人家今天有这样多的，真的感想。真的，因为多年来看国台声，今是落大雨嘛，是哦，我真的感动啊！今天看到了侪人，对不？啊，今天你 MRT 的女也是八十岁，不要紧啦，啊，你先进来。啊，加可乐，加可乐啦！别，因人来了真欢喜了，真的。哎，我开放道路你知影无的？不是讲后港来无趣味的。JB 啊，比 JB 更加。哎，是。你 JB 来到这边，跟他的家来到这边更够的。哦，但是。多罗曼加，你想我归家吧？多罗曼加是曼加拉其他地方的。哈哈哈哈哈。你不钓鱼了？哦，不是啦，阿姨。哦，不是。我叫舅奶妈，叫你阿姨。阿姨啦。我叫舅奶妈，好好。长辈就爱叫，对呀、啊，来了这一位哦，欸、不简单了、啊，越来越漂亮。哎、欸，讲真的吗？真的，真的越来越漂亮吗？越来越漂亮。我觉得她头发不绑啊，哎、欸，成熟了。哎、欸，因为婆就根本才过六岁了。啊，你大了啊？中四了嘞、哦，开玩笑。能大了啦。好了，我的演唱会，我将要跟她合唱一首歌。哦。父子情深，我老笑不，就是光挂人尾端去夸张挂，我们卖个关子，歌坛没有唱过的。啊，那在云顶的啦哈，云顶的。马来西亚是邀请他，啊，那嘴头对我敬意。哦，啊，因为他怎么的呀？他唱的他的音位我比较喜欢。哦，我还以为你讲，因为他比较像郑莹莹。来，掌声鼓励鼓励我们的杜安慰，小妹妹。几回了？几回了？十六回。我老十六回了。等，阿瑞，你转旁边，你转旁边，后面，后面，正经点，转前面，阳光可乐。
漂亮，真是漂亮。OK 啦，自己要有信心，自己要有信心，谢谢。对不对？但是今天啊，你看绑了牙套，你卖看那款跳来不被照。哎，够啊！一趟跨水里哦，杨振英，杨振英，对呀，是跨水。我人不会，你我感觉你出去白鹭关地无烧香了。啊，你出去当时套。当时啊。啊，等等，两年后。两年后啦。我跟你讲，今天你袂杨振英。哎。沈殿霞。哎，有差没？哎，那么跨水哦，哎，一时偶话的嘞。安怎呢？偶话啦。安怎呢？国在我嘛是安尼振英。对啊，国在我排一最弟弟嘞。你也是安尼陪的。哎呀。你骨架在肥啊！你肥啦！肥啊！来，我去拔拔。其实人袂对我真点啊，人确实好朋友。对。有那些特别比赛，迄道比赛啊。伊跟那安尼细汉了哦，哇，安尼 cute 哦，愈大汉愈砰。哈哈哈！你是食啥物啊？我是食饭咯。人家那个老掉。啊，老掉。我因为我也有老的那些，你要给我吗？你要搞到底要给谁赌来赌去啊？那款。啊，做工了啊！哦 ，OK，做工愉快。今天没做工啊？唔知咧。哦，你终于做工啊！你去拜八仙了，八仙了，就讲这景点，哦，九点黄昏，在，等小兵，时间到了，哦，赶紧了，啊，等你接掉，关门啦，十点关门，哦，安尼你要搭 MRT， 搭 taxi 比较快啊，你免惊，可乐，你放心，嗯，我跟你讲啊，以后拜生了囝，给恁弟弟安尼陪。安怎呢？我看了，恁老母比伊较肥嘞，你的大兄也是咧肥嘞，哎，你老爸也是咧肥嘞，拢都肥肥嘞。安尼我应该是垃圾桶捡的啦，垃圾桶捡。转伊不会讲因老爸因老母。我较水吗？我安尼水。我唔知恁老母做啥那代志无啦。无啦，因为伊古早甲我讲，我是垃圾桶捡的嘞。是咧，不就像，不就像，你哥哥也不像你。不像啊。真的不像，不像。他以前像，然后就瘦下来了啊。今天要带来什么歌曲啊？今天带来这首《等奶滚的心》。哇，好听，我喜欢这首歌。等奶滚的心，你该是没有听过这首歌曲啦。会落啊，我无骗你。当我打电话叫你搞合唱小歌。打电话跟你合唱小歌啊。来啦。啊，打电话爱的大概。紧张嘞。敏感紧张。敏感丢哎！等一下，我一定要跟你合唱。来，先听听看我们的杜恩惠带来这一首《等奶滚》。滚奶心，一首《等奶滚》。Thank you.
掌声，谢。那大家好，我是杜恩惠嘟嘟贵王，你看我很久没见，我越长越肥了是吗？好，那我在这里呢，也要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一心想都是成，和大家平安快乐。好，那唱完了这一首呢，等奶个你心，那为大家安排的第二首歌曲呢，是一首汤心，献给大家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谢谢。这首汤心，张亚文那首歌曲。我们的台主和理事给我这个机会呢，在这里为大家献唱。好，那唱完了这一首呢汤心，那为大家安排的第三首歌曲呢，是一首酒榜，献给大家，大家会喜欢，谢首酒榜。Thank you.
新加坡老师。这首是王家班的国歌，对，来王家班，进来王家班，这一首歌一定要唱，是吗？入门这么卡，因为这是我录音第一首歌，是吗？来了， yeah, 加油啦！好，把歌练好，我们5月19号银顶见啦！来，谢谢，谢谢。